主啊，人人都离弃我们，也害怕我们，我们也自己也憎恶自己，但是没有人要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你的爱临到我们，赐给我们晨曦会这个家庭，好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份家的温暖。我以前也是个吸毒的人，那么圣经有一句话说啊，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，我就把它应用在啊，你不吸毒之后去帮助吸毒的人吧。那你来多久了？我来3个多月。3个多月。你是新开到面？你现在精神好多了不？不过还有点迷糊，就是还不认同。听刘牧师在讲见证，他在香港好像真的在混了，又在贩卖毒品。他妈妈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旁边讲说，哎。你叫你儿子戒毒以后再跟我们传耶稣吧。哦，我觉得那种冲击，我觉得这真的假的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什么可夸呢？是尽我的本分，我也是被福音救了，所以我现在尽我的本分。福音戒毒的精义是救人的灵魂，福音戒毒的精神呢，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们啊，用圣经来训练他们回归这个人生价值观。他不是跟随我，也不是跟随一个宗教，他就是有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他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戒毒的过程当中，有个很大的榜样。你可以改变，我应该也可以。